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09年11月23日台北站6:44，我拍摄是4100之间沿线开往北湖的1083/83，我小号全车。831/83/2/10是将沿线到北湖的轻车，在台北站试营运。10:00是将沿线看北湖的圈了，在台北站停靠了，也是10:00是将沿线看北湖，再用832/831为小号圈了，在台北站是进停靠了，先这样了，先这样了，谢谢哥哥，拜拜，超感动了我的爸。啊，我要感觉晕了，就那些个人啊，那点。